继续来关心消防方面的消息。嘉义市消防局德安分队接获通报，表示北社尾路龙田有老农民昏厥，马上派救护队前往。救护人员到达现场的时阵，发现往事老农民瘫坐伫椅仔，面色惨白，肢体冰冷，有老庆冠的情形，对痛有反应，立即送往病院救治。嘉义市德安消防分队指出，接到报案到现场时，即名王姓男子的朋友赶紧一手指引救护人员。王姓男子的朋友讲，平常时来田里做工课，拢会相招互相照应，但今日发现伊坐伫医疗面顶，边啊还佫有吐过的痕。伊看到之后，发现王姓男子的状况唔对，就马上打电话找救援。我们接触患者之后，就做个初步的评估，然后发现患者脸色苍白，肢体冰冷，然后附近还有一些呕吐的呕吐物。那我们做一些测试之后，发现患者还是能够跟我们做对答，那我们就给予给氧跟这个保暖跟心理支持，然后最后就是送至这个嘉义医院做这个后续的处置。救护人员发现这名王姓男子坐伫医疗，面色惨白，四肢冰冷，有流汗的情形，对痛有反应，马上对患者生命正常评估，并无明显外伤，并马上将患者送往该病院治疗。新闻台民间记者采访报道。